文江，文江めっちゃ泣くじゃない。寂しかったのね。一応晚安，睡晚安，大家晚安，晚安，觉得晚安。どうしたの？阿叶晚安，大家晚安。等我一下下，碰见再叫。哎你。すごい泣いてんじゃん。晚安，吃饱了。房子有看到满意吗？还不错。喜得港，晚安。晚餐吃炒面，日式炒面那种。酱油，不是酱油，用寿司做的。啊，好嘞。晚安，自己做的不是外面买的。哎呦，哪一个比较好？乖啊，晚安。啊哼，到底为什么就是最近脚就真的不稳？凯秋晚安 ，Echo 晚安。固定，也没办法固定啊，怎么办啊？这里要买新的，应该是，可能要买新的。其实这个是当初我们要直播的时候 ，Line Live 送我们的，对，还是我这样放。比较稳，这样嘞，这样会不会比较好？嗯 ，OK。那也一阵子了，对呀、啊。ぽんちゃん、ブラッシングする？ぽんちゃんおいで。用了四年都回本了，但目前都还没坏掉，还不错啦。灯虽然断掉了，但是固定了就可以继续用。然后今天一回家就没有理碰讲，所以我现在就理他吧，就是好好照顾他。我再碰讲，对不起，我今天太晚回家。啊，才计算机师，你们看看哈，碰讲的梳子是长这样。一泽晚安，那这么亲的是呢。爷爷晚安。国成晚安，什么劲的颁奖？嗯，一定是呢。谢谢送我加油一顶给你听，什么劲呢？今天有点好看，谢谢。梳毛中没错，颁奖其实蛮喜欢梳毛。上面叫晚安，但好像有些猫不喜欢呢。我们家猫就很喜欢，有看到呢，什么劲呢？我也想被梳毛，你自己梳，我也很喜欢。嗯，你们可以自己梳啊。碰奖，因为他手就只有这样，没办法自己。那碰奖，嗯，怎么解释呢？小雨晚安，粉哥晚安。すごい気が抜けますね。谢谢小雨的掌声鼓励。碰奖可以用甜的，不然他有时候不小心吃到自己的毛，对。我的手也，哎，是吗？感觉很舒服，亲不亲呢？嗯，还说舒服。所以晚安，谢谢送猫铃铛，谢谢小潘嘎，小鱼谢谢送我鼓励。哎，碰见吃毛就可以做毛球了，他会回，对呀、啊。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谢谢送麦克风。不然他吃到毛，他就会吐。
不行，不能吐。今日晚安，好一晚安。有没有吃烧肉？没有，可恶，都没有吃到。这几天又做什么好玩的？都没有哎、欸。这几天都在忙搬家的事情，可能要不知道要搬去哪里，还没有找到房间。对，谢谢红玫瑰，真拿你没办法来帮我们去吃烧肉吃大饱。好想去，我现在好饱，刚刚吃炒面真的吃太多了，我原本想说留一半给明天午餐吃，但是不小心好吃到全部都吃完了。哥叫晚安，没看到满意的、哦、没有，就是钱的部分啦，主要是好的地方都比较贵，然后便宜的地方都有问题，什么不是天然瓦斯啊，或是不能养宠物啊，或是什么的。他怎么不乖乖给你梳毛的？他其实平常我帮他梳毛的时候都在客厅的某一区，他会躺在那边，然后就是帮他梳。他可能觉得这边有点不够舒服。ゆういちのそば、部屋の価格が高いの低いの？ゆういちのそば、高いんじゃないかな。場所によりますけど、駅のそばが一番高いですね。便宜的地方真的很偏僻，对呀、啊，在台北要养宠物房租真的很贵，对，或是不能单人房几乎都没办法开火，对。然后专门梳毛区，我家附近终于开全点了，等了好几年，辛苦了，不是辛苦了，附近有全点真的蛮方便。Oh my god！ 谢谢陆克，哇，好酷哦。哦，原来这是香槟，谢谢送我红红火火版的香槟，谢谢。那他有吃肉泥吗？有。有一种说法って環境いいとも言えるし悪いとも言えるじゃん。気になった。なるほど。プラマイゼロって感じ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って夜市って夜しかやってないからさ、別になんだろう。そこまでメリットないかもしれない。人多いし。你们想住夜市附近吗？以前我家前面就是全联的后面，什么意思？不想，就是刚刚那个家居上问我说，夜市附近的房间都比较贵吗？我说，有吗？应该没有。我印象中比较贵的就是捷运站附近就是最贵的，不要太近，不然一堆蟑螂哦，对耶，老鼠一大堆。なるほど。ゴキブリネズミが出やすいらしいっすよ。晚上一堆人，然后又可能脏乱。夜市附近租金超便宜。あ、安いらしいですね。夜市のなんかたまにさ、夜市の上に家があるみたいな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確かにめちゃめちゃ安そうな家ほとんど。如果不怕的话可以。先不提卫生，那区块什么是也贵。很吵很脏很多吵，まあ確かにうるさい、汚い、ネズミゴキブリは出るみたいな。あん、ポンちゃん携帯に甘えてんの？ポンちゃんスマホに甘えてんの？对，有时候夜市那边，夜市上面是那种公寓的那种。我原本对我很久以前有想过，这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住这样？因为真的蛮吵，然后人太多。你的家里会多是油烟。卢卡觉得住附近必备是什么店吗？像是全家、全联、便利商店啊，我应该慢点了。便利商店，或是想一下，希望走路五分钟内一定要有便利商店，对。然后超市的话也希望10分钟内，捷运才是重点吧。全家吃早餐店，早餐店我其实还好。阿比王晚安。宠物店，宠物医院如果是附近的话当然是最好，但是应该很难。不是交通要比较方便吗？
我其实还好哎、欸，就是走路，现在是公车站到这里，其实也没有很近，但我已经习惯了。嗯，麦当当哦，希望20分钟内有麦当当，或是回家的路上一定要有这样。因为我不会，虽然我不会骑车，但是有些人就是比真的很希望想住交通，现在是公车站、捷运站附近，对，素食店好像比较重要。Sukiya， 我家附近没有 Sukiya， 没差，吃饭还是蛮重要的，对，可爱呢 ，OK。然后希望有这样哦，谢谢小玉的香槟，挂号金色版，哇、哦，原来有红色版跟金色版，好酷哦！哦，耶，谢谢小玉的香槟银色版，谢谢，伊卡多，我家旁边只有捷运站，但吃的只有超商，哦，有金银红，忘记是刚刚是谁跟我说的，就是。比较便宜的地方附近只有便利商店这样。好きやな朝ごはん、おかゆメニューあるの台湾だなと思った。確かに。ねえに。朝ごはん、台湾の朝ごはんおかゆ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ちょっとある。あたしさん晚安。我家这边只有便利商店跟家乐福。家乐福其实也不错啊。是大的还是小的？日本の定食は日式朝食って書いてあった。なるほどね。よく泣きますね、ポンちゃんね。超市的那种之前是挺好。这样看附近有没有学校吧？有学校办公场所会比较多商店。哦，了解。Steve 晚安，但我没有那么喜欢学校附近，尤其是国小。对不起 ，Steve 晚安。你会看星座运气吗？偶尔会看，对，会有很多小屁孩。没有，因为我平常行动的时间是3点之后嘛，然后有时候我去超市的时候，很多小朋友他们刚下课这样，会太吵广播一堆。对，国中国小附近蛮方便，都有吃的，只不过上下课人超多。上下课人超多，对。卢卡比较喜欢玩心理测验。对啊，但不一样吧？对，心理测验跟星座什么的。不讲不讲，今日も可愛いですね。小猫晚安。来当镜头的。我来帮你梳毛。卢卡是刚开始圈哦，你说那个测验吗？我目前在限动上看到，像是你们粉丝的，还有我演艺圈朋友的，几乎都是固定的。哎，我目前看到光系最多，光系、水系、潮系、猫系也蛮多，毒系，然后有几个电系，好像真的只有这几种哎。就是有比较常看到的跟没那么看到的。超能系我目前我朋友没有，冰系也没有。你这样一说好像神奇宝贝有一点像。没看过哦，真的吗？毒系我身边蛮多的。嗯，对，连怡珍也是光系。啊哦，怎么这么多光的。而且我发现光系跟我的钢圈是不是钢圈？对不起啊，对，还有钢圈系什么的。我是什么石头？是不是？
就一点都不可爱的岩石圈，好像就是相克干系。哎、欸，我身边蛮多的、欸，至少我在仙豆上有看到三个钢铁的，对对对，西风亮晚安，光之美少女。我目前没看过什么幽灵系什么的，幽灵火系也没看过，对。超人也没看过，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有幽灵，有啊，但我没看过啊，所以应该是有比较常出现的啊。土系好像也，哎，土系有土系这种，好像有哎、欸，对，土系也有，土系也有，我朋友也有，对。火我有看过哦，真的哦，我也没看过有火的，我是月底都会吃的土。好像就这样。然后到底是谁跟莉卡说，我跟他是什么？就是莉卡直接传给我说：“哎、欸，我是光系，刚好跟你就是相克，就是对。”然后有人说我跟他只是官配，笑死。那我好一点，我是月底能吃的草。原来我不是唯一跟你不合的，哎，因为真的超多关系，我真的吓到。粉丝跟成员还有剧场，我的剧场朋友也蛮多人是关系，但我觉得我的好不准，哦，真的吗？嗯，对，火系没看过。然后什么？好像猫系是跟全部的圈是什么相吸相克什么的。嗯，我觉得我目前最看到最多的是光系。猫系听起来很可爱啊，对啊。我是什么东西啊？什么岩石？什么一点都不可爱。我觉得不要看近我，超准，跟全部相吸相克。晚安，晚安。对，然后我玩这个策略，我刚好选了。另外，对，玩第二次的时候，我刚好选自己不可能会选择的解答吗？对，结果变成关系。对。所以我相信关系跟我的岩石那个是真的是刚好相反的答案。比利兄晚安。对对对，选另一个选项，那边真的都是相反。对，所以可能才是会显示这个相克。但我觉得有时候个性完全不一样才会可以当做好朋友。关就是跟你相反。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应该是这样。对对，才会互补啊！对对对，我是这样想的，不然我怎么会跟以真这么好？只可以当朋友而已。哦，这个什么意思？等一下，突然觉得很天行跟你不一样，反正这不是也绝对参考就好，对，是没错。但我觉得我的选项。我看一下，我的这个超级准的，我真的吓到，又要改，坚持不难吧那种，因为我超级讨厌变化的东西，就是明明就是一开始是这样，然后突然说哦要改成这样什么的，我超级讨厌这样，想说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为什么要改？我的是真的蛮准，固执老人什么的，怀旧系。收藏家不跟同事当朋友 ，Oh my god， 超级准！讨厌花言巧语什么的，吃苦当吃补是什么意思？其实我唯一不懂是这个，那是很准没错。哥等晚安，那个我也很讨厌，说什么大实话，但是不是我不知道，就是很吃苦。那，好像蛮准的，是把吃苦当作机会啊啊！
是这样吗？这样的话有这个、嗯，这个选项我有点不同意，我不想吃苦。看一下，哎呦，好热好热！哎，今天就是上次 Lipley Allen 直播结束后的第一次直播，哇，多轻松啊！上次真的蛮紧张的，对，就是很多大人在看我的直播，今天开两个小时吧，今天是万圣节吃，对，试一去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你遇到困难或是困难的时候，应该把它当磨练。哦，了解。卢卡表现得很好啊，耶！第二次没有大人，第二次也有啊，就是他们一直都会盯，就是日本那边的日本公司的人跟我们公司的人，对，我发现 Makoto-san 也有看我，那大人们有说些什么？你说你运气怎么那么好？第二次表现真的要谢谢，虽然人不多啦，对，人还是没有超过一百几个人，有点难过，但也没办法。哪里要点呢？谢谢北极熊的相遇。哎，米姐晚安。比起这游戏比较小众，哦，是吗？但我忘记是谁跟我说的，他好像是面面，他说。他们家，他有一次就是他们家出去的时候，发现楼下的阿姨在玩 Lipley Island， 就听到那个噔噔噔的声音，然后妹妹就吓到，想说，嗯，等一下哦。欸，你们看得到我吗？我完全看不到我自己。那你要等哦。嗯？欸，可是留言没有很卡，留言。回来了，到底为什么刚刚突然变成这么卡呢？刚刚怎么了？没有，刚刚我的荧幕上突然很卡，不知道为什么。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发现我的表情突然停到一个画面。最近好像常常发生这种事情，我的不知道是手机的问题还是 APP 的问题。我们聊到哪里了？我们聊到 Lipley Island 吗？对啊，就是第二次我也觉得没那么紧张。对，回来了，可能要拿我下来介绍，这游戏客群比较大。嗯，因为目前玩一玩觉得好玩吗？是不是想说，对，有可能这个游戏可能就是女生玩可能比较喜欢的那种，
你的时间比较刚刚都是礼拜五。哦，是这样吗？也是时间的关系。但我相信我上次他们把我的时间选29号，是因为我相信他们觉得啊，日本人应该不用过那个中秋节吧？那就是让我过这样，不是让我，就是他们觉得那就选我把我选这个时间吧那种感觉，很久没被办的感觉。我推给一个女生朋友了，她被你的岛烧到，哦。所以人可能比较少，对呀，也有可能他们觉得，刘佳嘛，应该不会跟朋友去烤肉吧？刘佳没有朋友啊，这样，哎呀，那就给日本人来开直播啦，没问题啦，这样，我觉得也有可能，嘿，虽然是事实啦，那我那天就没有事啊，我那天真的没有，我不会跟朋友去。就是烧肉啊什么的，可恶，被看透了。哼，晚安。どのくらい勉強したらそれほど喋れるくらいになりますか？あ、私の場合はですね、4年ぐらいかかりました。まあその高校3年間台湾の高校通ってた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まあ大学、そうね。でもあ、私今他の人とちゃんと喋れてるなって思ったのは大学1年生ぐらいの時でしたね。台湾バーベキューシーズンか。というより中秋節って言ってまあ日本で言う春分の日みたいな。あ、春分じゃないごめんなさい。秋分の日、まあお月見の日みたいな。そうそうそう。でなぜか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っていうあれがあるんですよ。私もよく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どね。なんで中秋節に肉を焼くのかっていう、そう、まあみんなで月見ながら肉焼いて楽しもうぜみたいな会なんでしょうかね。自己玩不会去玩，但跟你一起玩还蛮好玩啊。了解了解。刘佳原本没有朋友。そうね、私も友達多いタイプじゃないからそんなに人と話すことも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うん、話さないと、普段から話さないと上達しないですよね。でも私の上達の仕方は割と人より緩やかだと思います。グーンって上手くなるタイプじゃないっていうか。那日本人中秋节要干嘛？吃丸子？日本没有中秋节啊。日本顶多什么？お月見？え？日本ってさ、ああお月見の日って休みですか？てかお月見の日なんてあったっけ？なんか秋分の日っていうのかな？秋に分けるって書いてありますか？そういう日。ルカ就吃一堆汉堡，没有啊。所以那是因为我吃不到那个月间汉堡，月見バーガーを食べれなかったから、もう仕方なくマ他のマックのダブルチーズバーガーとかで代用していたってだけで。おばあちゃんがいたら月見団子を食べるくらい基本特にイベントない。なるほど。別に連休やその日が休みっていうわけでもないですよね。多分。嗯，我们是其实不太会过啦。嗯，说实话。日本ではお彼岸、ああなるほどなるほど。月見团子是什么时候吃？其实也不是什么时候吃，我目前其实没有吃过月见团子。反正就是想过的人就过的那种，对。因为说实话，日本秋天除了团子以外，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啊，番薯啊。栗子啊什么的啊，这些好像台湾也有吼，对，秋那个叫什么秋刀鱼啊什么的，葡萄。10月5日、15日に団子食べる、それが月見団子。なるほど。でもさ、なんか私今まで月見団子食べたことないんですけど、なんでだろう、なんだろう、その別に。この日に月見団子を絶対に食べようっていう感じではないですよね。多分、就是没有那种，哦，我们那个中秋节就要来了，那就一定要吃团子的那种，不会这样。嗯，就想过的人自己过，而且那种团子也不是外面随便
有一间，不是什么店都有卖，对。そう、私でも月見団子ってさ、なんかどこでも売ってるようなものじゃ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売ってるのかな、コンビニとかで。私はまずお月見の日とか、あ、そういえばもうすぐお月見の日だな。じゃあなんか団子っぽいもの食べようかなって言ってみたらし団子を買ったりしてます。売ってないですよね。嗯、我的话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就是就差不多会觉得哦，这几天好像就是中秋，日本中秋节，嗯，那可是这边也没什么月间团子，那就吃一下别的团子什么的。以前我爸很喜欢吃米达拉西蛋糕，米达拉西蛋糕的话有点像一般的白色团子，上面有甜甜的酱油口味的酱嘛，嗯，对，就是甜甜咸咸的酱油酱，嗯，我们家都很喜欢那个，全家有在卖抹茶团子。上面有红豆，了解。そうね。就一般这日式团子。哦，那个是日式团子哦。嗯。晚安，青云。在台湾比较有名的团子是什么？三色团吗？三色团子吗？就是粉红色、白色、绿色的。五平饼是日本的某个地方的乡土料理，所以不是全国的人都会吃。对台湾人来说，台湾都会买白色的啊，啊，卖白色的。それは我当嗯嘛，一般的白色团子，三色豆团子，哦，听起来好可怕。台湾的印象大概就是三色团子，了解。嗯，但我们都很喜欢米达拉西啊，米达拉西那个米达拉西 Mr. Donuts 有卖，嗯，你们可以买一下。对，我记得 Mr. Donuts 有卖米达拉西蛋糕，酱油酱团子，对，还有什么？三色的我好像没有。あとなんか小豆が乗ってるの？还有什么？白色三个白色，然后上面有红豆泥的那种。不是红豆泥，そう、なんか台湾でいう一般的な日本の団子って言ったらどういうものなのかなと思って、三色団子とか、三色台湾人不喜欢，哦，真的哦，民众很喜很好吃，不会很难吃啊，我大多在百货公司买的，但是一串要54吗？哦，对，不便宜。我看一下，欸，日本のミスタードーナツもみたらしドーナツ、あ、ごめんなさい、間違った、みたらし団子って言ってるんですか？なんか売ってなさそうな気がするけど、ミスド団子、え、对、台湾限定、日式酱油团子、了解、原来是这样、你们看、そう、日本、台湾の、台湾限定ですねこれ多分、台湾のミスドにはね。ブラックセサミ団子、黒ごま団子とかも売ってる横に。韩记喝的也有卖。我超想坐在茶店门口吃三色团子喝绿茶，哎，我也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だってさ、あの日本のお茶屋さんに行ってさ、あの今日なんかちょっと古い町並みのお茶屋さんで、でなんか中で食べるんじゃなくて外のあのベンチみたいな場所で座って。お団子とお茶を、お団子とそうお茶をセットでたしなみたいですね。そう、夢です私の。我去日本茶商店已经体验过，啊，真的，小丸子的画面吗？哎，小丸子里面有这个画面吗？啊，应该是有可能，对。乃木下の、あ、ごめん、間違った、これなんていうんだっけ、乃木崎のすのこ椅子、そう、对。可以可以哈，之前去东京都有茶店吃过，很特别。对啊，我超想去日看。
小丸子应该还银魂里面才能会出现这个画面。之前去京都吃过了，了解。搞不好观光，不好意思，搞不好观光客比较，搞不好观光客比较有机会体验到这个，对。没有，我不小心按到那个关的关键，没有卡哈，对。那个丸子吃起来怎么样子呢？就是吃起来怎么样子？好难说明哦，有点像台湾的麻薯嘛，但是比台湾的麻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上面是光溜溜的。麻薯，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外面是光溜溜滑滑的口，对，我都有直觉，会不会很难啊？是还好，其实还好，没有那么硬，要 Q 的麻薯，更 Q 的麻薯，很黏，有一点黏的，对，但是不太像年糕那么黏，可以吃吃看啊。然后稍微用微波乳一点点微波比较好吃，不然会很硬，对，但是也不能微波太久，就一点点就好。看一下，哦，对，我好像还有在 Mr. Lawrence 看过这个红豆的，虽然看起来不好吃，太久会变枕头，就不会牵丝的麻薯，对。对，一般的日本的都是长这样，有一点不一样哦，其实就是全部都是酱油，然后对，这个比较好看哈。嗯，感觉好好吃，看了就好想吃。这是三色的，对，这好像就是黄豆粉。这个完胜，刚刚这条是什么东西？红豆的团子。都感饿了吗？其实还好，我现在很饱，但还没吃甜的东西。黄豆粉超棒哦，真的哦。黄豆粉其实我没吃过啊，对，之前我很喜欢，我们家人都很喜欢吃这个，应该是我爸喜欢这个。これはあれですね、多分山崎のみたらし団子。每次都去日本，或是从他我爸朋友从日本过来台湾，我们就叫他们一定要买这个。就台湾ってさ、その店とかに売ってるけど、みたらし団子、まあ、基本的には売ってないので、日本にから誰か来る時とか、もしくは私たちが日本に行った時には、あのこれを買わせてます。これ買ってき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って、特別从日本带来。对对对，是说全日也有买一整包的团子哦。真的吗？味道我不知道好不好吃，可以我之后再看看。あ、食べたい。くそ。あん団子が食べたい。あ、お団子は持ってこれます。全然大丈夫。肉じゃないから OK です。不是肉就什么东西都可以的话，谢谢雷军的狗狗抱抱。但是怎么觉得好大只？谢谢。沾花生糖粉的。啊，对。日本的黄豆粉。花生糖粉哦，哎，等一下哦，没事，对不起，没事。次我会带来蛋糕。全人还有客家团子哦，客家团子就是花生糖粉，感觉蛮好吃的，听起来。那是客家麻薯，台湾那里真的都弄得芝麻是哪个方？花生糖粉是台湾麻薯吗？对耶，日本，你好像没有什么花生的。东西，对，说实话，对，台湾的花生是真的是很好吃，跟日本的比起来，
我觉得啦，就是台湾的花生比日本多，这样讲吗？尤其是那种黑色的花生很好吃，日本好像没什么花生，也不是没什么，但是台湾真的比较多。所以那个台湾ってさ、日本よりピーナッツが多くて、私おいしいなって思うの。なんかね、黒い色のピーナッツ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あれが結構好き。日本人不喜欢花生，也不是不喜欢，是就有点像台湾的芒果、香蕉那种感觉，就是可能台湾产的花生可能就比较好吃这样。So peanuts の文化があまりない。確かに。日本花生很贵。对对对，就是台湾好吃又便宜，应该是这样讲。台湾都丢进粉里游泳。对，所以だからさ、台湾のお餅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なんか丸いのじゃなくてなんか、ね、最近新しく出たやつ、こういうこれぐらいのお餅ですごい、ね、なんかね。ハサミじゃないか、箸でプチンと切れるような。ルカ突然不会讲中文了。对。そう、台湾のお餅も美味しい。台湾お餅。で、なんかね、台湾ってお餅の何配料っていうのかな、お餅の一緒に食べる、まあ、何味のお餅が主流って言ったらごまと蜂蜜、あ、ごめんなさい、ごまとピーナッツなんですよ。そう、台湾の一般のマスクと团子的比较常看到的口味是花生跟芝麻，对不对？汤圆也是，对，不是蜂蜜啊，我讲错了没？そう、ピーナッツ美味しいです。正直。台湾のお餅。こんな感じ。そうそうそう。ただこれは水分持ってかれるので注意してください食べるとき。只是我觉得台湾，虽然台湾的麻辣薯很好吃，唯一的缺点就是吃了这个会很渴，一定要配绿茶或是水一起吃，不然会嘴巴里面都是粉，口水全部都被吸走。台湾日本的不会。不觉得日本的刚刚的团子的酱都是比较不会，都不是粉的，几乎都是酱油啊，或是红豆，就是偏湿湿的东西，超腻超干。对，所以就是这种麻薯吃第一口是最好吃的，还有烧麻薯也很好吃。对对对，如果其他口味会包在里面。了解，原来是太干的部分。对 对, 對，台湾烧麻薯冰就不会苦。了解。そう、なんか私が思う台湾のお餅ってこういうタイプなんですけど、このタイプはマジで口の中の水分持ってかれるんですけど、なんか最近なんか焼き餅っていうのが出たらしくて、なんかこのブヨブヨタイプのやつ。お餅っていうなんかね、もうでーみたいな、うえーみたいなお餅。还是日本啊，台湾太湿，所以食物用干一点，有可能。对，我吃麻薯有时候会怕什么的，太好吃会不小心吃太快。可是日本那个黄豆粉团子吃起来也很干。哦，也对啦，对，只是团子本身就不会那么干。对，黄豆粉，我们其实很少会吃黄豆粉团子，几乎都是湿湿的那种团子比较多。但像是这种麻薯就好像就比较不会那么干，对，还会被粉呛到。那你喜欢黄豆？わらび餅のことかな？还好。很少黄豆粉，きな粉のでも団子ってあんまりないです。ないですよね。団子って言ったら三色団子かみたらし団子かあん団子みたいな。
串にかかって団子三つ並んで団子団子醤油塗られて団子団子団子三兄弟団子一番上は長男一番下は三男間に挟まれ次男次男団子三兄弟団子今度生まれてくる時も願いを揃って同じくしできれば今度はこしあんのたくさんついたあん団子団子あ、我怀念呢。这个是我大概小朋友的小时候，这个是两三岁的时候，日本的教育台，亲子教育台《お母さんと一緒》里面爆红的一首歌曲，叫做《团子三兄弟》。原来这是儿歌，对，这是儿歌。对，就是当年我们小时候真的爆红，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都有听过这首歌。所以私ちょうど二三歳の頃にこの曲が流行ったので、もう同世代というか，我知道这薯条三兄弟，薯条三兄弟那不是啊，不一样。这个哦，原来叫做台湾叫做丸子三兄弟。不知道台湾的教育台有没有看过他？当年日本爆红的团子，哦，没有吗？了解。收到薯条三兄弟，好想吃，我也是。这是对，就是日本的 NHK 里面算是最有历史的一个亲子教育台。お母さんと一緒，中文直接翻译就是跟妈妈一起这样。丸子三兄弟已经解散了。对，就算台湾有播，台湾小孩也不会去看。薯条三兄弟去买卡蒂娜比较好吃，吃起来一样。还有什么？哦，亲子教育台里面，好，那这个丸子三兄弟你们没看过，那这个有看过吗？等一下哦，我记得台湾有播这个，这个也是那个亲子教育台，从亲子教育台从日本那边，在台湾翻来播的这个，好像叫什么巧克力岛，啦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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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哒哒。就算我看一下哦，丸子三兄弟已经组不起来了，这我看过，对，这个就是也是那个亲子教育台那边播的，然后台湾也有播这样，没看过吗？应该是跟我同年的人可能有看过。おしゃれな不思議な愉快な仲間と行こう。巧克力哒滴滴滴滴滴滴，知道但没在看。哦，了解。没有，因为这个是我大概国小，不是从四岁播到十二岁的样子。对，我觉得那个耳朵很像贵宾狗的，很可怕。啊、哦，哪一个啊？耳朵贵，好像每个都像贵宾狗哎，太年轻没看过，原来我算年轻，没有，应该是我，现在日本人的话，现在27岁到十几岁啊。18岁吗？还是19岁？嗯，应该是都有看过。NHK のキャラクターだけ、俺の頃は忘れなかった気がする。ですね、私の頃はドレミファドーナッツっていうなんか双子のワンちゃんと
レッシーっていうカンガルーとゴリ、あ、ソラオっていうゴリラそう、それが私が0歳から3歳ぐらいまでがそれで、そうそうそう、で、その後突然これになったんですよ。めっちゃショックでミド、ファド、レッシー、ソラオ、どうなってるの、この島はどうなる、そうそう原本你看什么？没有，就是那个教育台每次都会播这个。其实这个是娃娃，原本是这样，他们是娃娃的人偶吗？反正就是里面有人，然后他们在演，每次都会演一段剧这样。对，然后没，我的时代，这个是我大概五岁的时候变成他们。我四岁以前不是他们，四岁以前是，我四岁以前是他们，对，我是看他们长大，然后我大概四五岁的时候突然变成他们，巧克力岛，我当时超难过，想说啊，为什么我再也没办法看到他们那个狗狗他们吗？这样，台湾都看巧虎啊，巧虎我也有看啊，可是巧虎一直都是巧虎啊。好了，我以前也会跟你一样的。在那边唱巧克力的哦，真的、哦、太好了。但还是就是这个跟这个都是陪我过小，就是小时候的玩偶。对对对，我有看过那个巧克力的。然后他们不知道台湾是播到哪里？台湾是播卡通还是玩偶？是哪一个？然后每一次这个教育台结束，教育台结束的 ending 都是这个，它叫食谱，食谱会吹了一个喇叭，然后最后我们吹喇叭跟大家说再见，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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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我以前还看过那个大熊贝尔，那个还会跟月亮对话，吓死了。哪一个啊？大熊贝尔？大熊贝尔。是中文名字吗？其实我不知道他们中文名字叫什么，那个我完全不知道。所以那个，所以私のこの時代は終わる時に最後に僕のラッパで踊ろう。テリリリリテテテテリリスープラピスープラパ体が勝手に踊り出す。行くよって言って、なんかあの最後みんなで踊ってまた明日って言って。拜拜，哒哒。你来大熊贝尔，好，大家看，也是波的熊。そう、お母さんと一緒ネタ言っても台湾の人分かるはずがない、ないっていう。啊，はいはい，是这个吗？好像有印象哎，但我不确定这个是。这是哪一国的哪一国的教育台的？好可怕！说这熊好像蛮真实的，对啊，就一看就知道里面感觉就是有人，这只有熊里面有人，其他都是那种用手嘛。对，我有印象，只是我不确定我在香港的时候看这个还是台湾的时候看这个。对，美国迪士尼哦，了解。そうね、ドリーミーファレッシャーから、もう話戻るけど、ドリーミーファレッシャーからスプーンのラッパになった時めっちゃショックだったんですよ。お姉さんとお兄さんはその時変わって、そうみたいな、全部変わっちゃったからめちゃめちゃショックで。子供ながらに、这个内容在播什么？你说大熊吗？我不知道，我有点忘记了。
其实我也忘记刚刚的巧克力岛他们在演什么，感觉就是应该是给小朋友看的那种剧嘛，所以就是吵架的时候如何要怎么跟他说对不起呢的那种，有点像水果冰淇淋那种感觉。今天这台是儿童台，哆来咪发嗦嗦嗦嗦，拜拜拜，哆来咪发嗦嗦嗦嗦叫。それで拜拜しようかな今日は。今天就这样，我们要学儿童台，跟大家说拜拜。我以前最怕就是水果冰淇淋里面的那个滴答兔，哪一个啊？我看一下。我真的水果冰淇淋有印象，就是水果奶奶跟很像马铃薯的那个，好像是香蕉的香蕉人吗？不是，滴答，就是他扮成那个兔子，哦，滴答兔。哦，这个是水果奶奶演的、哦，什么香蕉人那家是琪琪跟弟弟，我以前真的以为那是马铃薯，我觉得芝麻街美女比较可怕，真的吗？我小时候很喜欢看芝麻街，我真的第一次知道他跟水果奶奶是同一个人，我超怕这个兔子，其实这个我没有印象。可能我小时候会觉得很可怕，然后就直接换台。banana 吧，那兔子是我的噩梦，笑死。那这片人都有看过水果冰淇淋吗？我想给佳姬三看水果冰淇淋里面那个很像马铃薯的东西，看看他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水果冰淇淋，水果。あったあった。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これジャーリーさんに見せたいものなんですけど、台湾の昔あった教育番組のキャラクターがありまして、これ。笑死！水果奶奶有那个中秋节特效。これ何をモチーフにしたと思います？他，我觉得越看越觉得他们的脸超好笑。为什么他的额头这么高？一点点可怕。看过我弟超爱看，每次水果冰淇淋时间被堵在遥控器下面，那个很像柚子。水果奶奶有特效，真的好好笑。那个，所以是最，等一下哦，最右边。でずっとジャガイモのお化けだと思ってて、これ本当にずっとジャガイモだと思ってたらバナナだったらしいです。所以我一直以为马铃薯的东西，这是其实是香蕉嘛，这是香蕉，然后这个也是香蕉，那这个是马铃薯啊。モチーフ不明、そして表情がちょっと最高な感じ、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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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昔の台湾の教育番組をだいぶそのにちょっとあるのチープ感、若干パチモン感というか、都是香蕉、あ、都是香蕉、所以这个黑色是烂掉的香蕉吗？都是水果、あ、所以才叫水果冰淇淋。哦。也是这样，不对啊，我知道，好，我大概可以理解，他们是香蕉嘛，所以他们的皮，我相信这是香蕉皮，他们是黄色，那为什么它是黑色，然后皮是绿色？黑色是过热的，应该是相反，绿色才是白白的，然后黑色才是那种皮也会一起烂掉的。天线宝宝也很可怕，对不起，看不懂水果的部分。他跌倒了，要跟其他有点区别哦。晒黑的香蕉吗？不知道，跌倒预期的。而且为什么只有他完全不一样？
其他都是白，就是黄色黄色黄色嘛，然后皮也是黄色，只有它是完全不一样。它不是水果啊，所以它是什么？它是马铃薯吗？它是阿美族娃娃哦，了解。它不是水果，等一下哦。所以其他嘞，只有它不是水果，其他都是。了解。OK OK， 大概是，所以它就是阿美族。哎、欸，对，仔细看它的衣服，好像就是有一点阿美族的感觉。为什么阿美族就是黑的？也不能这样讲，对啊，其实。TP 之前，哎，谁是阿美族？布丁是阿美族吗？布丁其实一点都不黑啊。还是给复杂之间看的，只有两根香蕉是水果。那中间这个粉红色嘞？那为什么他们跟香蕉穿一样的衣服？笑死！粉红香蕉。了解。なんかそのファンの人が言うには、これのあの右二つ、おでこが長い二つがバナナらしくて、でこれこの子がアミ族の子らしいんですよ。まあ確かに今見てみたらちょっとなんかあの台湾のなんていうの、原住民っぽい格好してる。じゃあこの子はみたいな。この子は果物みたいな。在聊什么好玩的？就水果冰淇淋里面的角色，到底谁是香蕉，谁是马铃薯，谁是阿美族？哈基玛奇多卡索基，查了一下，还真的是阿美族，以为是开玩笑。所以他是阿美族的香蕉，还是阿美族？左下的黒い子はますますわからない。なんか黒い子がアミ族らしいです。そう、黒い子がアミ族で、この赤い子が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就阿美族的娃娃。那粉红色的嘞？没特别说什么水果。好，我自己查了，哇，水果冰淇淋 ，Wikipedia， 维基。只有两个香蕉布欧奇奇跟李李充当主持人。那其他那两只嘞，主要登场人物，莎拉，2014初期初登场，出生是毕佛里山庄，哪里呀、啊？这是哪？比巴利希尔斯，哦，阿盖诺天龙人，笑着这人从结尾要分，就有钱人，哦，所以莎拉是美国人吗？是这样吗？然后瓦鲁吗？瓦鲁刚刚的黑黑的是阿美族的，了解。真的耶，他们没有特别说，他们只有说这两只是香蕉布偶，其他好像就不是。里面怎么有玲玲妈妈？这不，是不是水果奶奶肚子胎儿叫？美国香蕉，其实节目也不会说它是什么，你觉得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它是他们是马铃薯，那就是马铃薯。它要激发你的想象力，长大发现是政治正确的儿童节目，了解。对啊，就是大家都可以当好朋友的故事。有一个美国人，一个阿美族，然后有两个香蕉，还有奶奶，都可以当好朋友。对小孩子来说设定太复杂了，有够复杂。そう思うとさ、あの日本のそのなんだっけ、まああのドレミファドーナツだったらミドとファドはワンちゃんの双子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なんかレッシーが確かなんかどっかの国の王子様だった気がするんですよ。でソラオだけなんか日本すごい日本人みたいな名前でなんかでミドファドレッシー青いソラオみたいな。なんかレッシーの名前もなんかすごいなんかレオナルドなんちゃらレッシーみたいな感じの名前だった気がする。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レッシー、え、仔細看、这是我小时候看的儿童剧的。以前觉得还好，现在觉得其实蛮可怕的。他是袋鼠的娃娃。
小怪兽船长很可爱，都可以当好朋友。滴答兔例外。日本那个有这么复杂？也没有像台湾那么复杂。啊，レオナルド・トビッシーだ。そうだそうだ。そうそう。なんかミド・ファド・レッシー。空をだけ感じ。トス晚安。对，然后就是我发现，长大后发现，日本教育台的那个声优都是很有名的那种。想说我小时候都完全没发现，长大后想说，为什么把他们用在儿童剧，有一种浪费的感觉。像是 Middle 这个女生的声优是左九间类，是佐久間玲さん。美乐蒂的声优，还有还有什么？佐久間玲さん那里的面包超人里面的奶油姐姐吗？还是奶油阿姨？乱麻二分之一的三福也是他搭配的。然后这个他的弟弟的声优是也是很有名，他妈妈的声优对。然后他 Lacy 这刚刚这个袋鼠声又是好像是那个 Freeza 的声音，那个叫七龙珠的 Freeza 就是这个都是长寿节目的声音，对，谢谢愉快的大声说爱你，谢谢。クリリンのことか、フリーザ。我看他因为配超多。One Piece 的话，对，那个细菌超人嘛，不是细菌超人，面包超人里面的细菌也是他配。想说，为什么他们的声优都找这么厉害的？我看一下，水果奶奶琪琪的声优是谁啊？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声优也很厉害，就是几乎都是从台湾的配音员几乎都是重复的。想说他演过这个哦，也有演过这个，也有演过这个，搞不好是那个两只香蕉的配音人是一样的人，不知道。哎，台湾的片源很少，但是都是厉害的人。对，台湾は声優さんがめちゃめちゃ少ないんですけど、その分本当に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な人が結構集まってるというか。台湾片要用爱发电，都是刘杰，有可能。台湾是配音不生风，所以都同人剧都对，但是他们的那个声线嘛。都是蛮厉害的，对，听成刘家。等一下，我刚刚是开23分钟，对不对？然后对，所以是我今天开到几点？现在1个小时10分钟 ，OK， 没问题。搬家，还有50分钟，好。好，虽然我刚刚聊了儿童剧，我们换一下话题好了。我看一下水果奶奶现在做了什么？是现在。现在电视台有会出现他吗？要回去宠物岛吗？宠物岛之后可以再聊。最近孔明开播哦，对呀、啊，很少啊。等我一下哦，对不起，我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
可以了可以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ごめんね。待ってたのね。没事没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没事。给大家看碰巧的屁屁，欢迎回来，碰巧不回来，好让他坐这里，我就这样开直播。哎呦，陆哥要跳舞了吗？我要跳什么？我不太会，以前学过。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舞蹈，但我就是莫名其妙的会这个。卡卡的，可以呢，可以呢。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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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呢。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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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哪里看过，这是什么？嗯，我刚刚在跳手牵手的东西。其他路可以你取，会不会换呢？哎，有可能会换啊。ね、変わるかもしれないもんね。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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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可以呢。ポンちゃん半分座らせてもらってもいいですか？はい、ありがとう。じゃあ半分座るね。我坐一下一半喽。露卡感觉说没有，不好意思，没有。原来是全身上，不愧是你，对吧？露卡都会跳，好厉害！我刚刚都随便跳的好吗？没有认真跳。ね、ポンちゃん。哎、欸，那谁看的嘛？为什么咬我？嗯，其实我今天去看房子，对，房间啊，去看房间，随便跳就这么好，不愧是你。他刚刚咬我的腿，就觉得很多家具我怕碰脚会破坏，这样，对，啊，我刚没跳 Goody this 啊。哎，有了有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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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对 ，Goody Days， 很可爱。坏家坏坏，可爱怎么办？很多很多家就是因为有碰家的关系，所以觉得好像不太好这样。买房或家具的，对，我最近开始想要不要买一下那种。算是很像胶带的东西，家具上要像是沙发上会贴透明的保护贴那种，家具不是都有保护套？你说什么意思？几乎什么家具都有保护卖保护套是吗？在家具脚边都粘上防抓板之类的，哦，可是要贴的话，可能全部都要贴这样。卢卡晚安，一来就看到卢卡在看房子，这样又是一笔开销了。还有木的碰奖还好，碰奖对木没兴趣，碰奖有兴趣是纸类跟布类，对啊，不是布还好，皮跟他喜欢皮跟纸，皮的话他会抓，然后纸的话他会咬，哎，真的坏猫咪。
那个叫猫抓布，我同学买那个猫咪好像很讨厌那个材质，所以不会抓。哦，了解。要贴很多地方大工程，猫抓布，嗯，猫抓布，对不起，猫抓布，门木门底一定会烂掉啊、哦。好，我肯定要买一下塞的东西。不过他不会抓窗帘，还好。不知道哎、欸，窗帘现在我们家现在是这样，搞不好之后会用那种什么，很像有些公司有的那种白色一条一条的那种。碰奖很喜欢，他会抓皮的、啊，猫抓不猫抓不会破，百叶窗，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不知道哎、欸，那不要猪油皮的地方就好，很难找好吗？啊、哦，他又在抓，我都听得到。他以为他我们家的沙发现在已经不能用了，他以为那是他的猫抓板，真的快气死。喜欢抓皮的那碰奖眼光很高，挑贵的，对，那个窗帘晚上收起来就好。阿马克晚安，很惨哈。我不知道，其他成员的猫咪感觉都很乖。不要再玩了，蹦酱。沙发是我们自己的，对，我应该到时候直接丢掉。这个猫抓板让它抓到爽。会不会到后面都被抓到烂了？嗯，因为有一些房东会跟我们要求，就是如果有一点点刮伤，就要就是赔偿这样嘛。对，猫咪都会抓，只是看喜欢抓什么。嗯，它就是喜欢抓皮跟纸。对啊，我不想赔啊，因为家具很贵啊。对，所以就很难找。嗯。养猫咪真的很辛苦，但是应该比狗狗，如果找房子这件讲的话，一定是比狗狗好找。对，有些房东就是说猫咪可以，但是狗狗不行，这样只好关在笼子里面了。不行，碰见超讨厌笼子，它会一直叫。它小时候，我们刚捡到它的时候，我们就准备给他笼子，他狂叫，然后他想出去哦。谢谢伊琳的猫铃铛，谢谢。就是应该有影片吧，而且碰奖的叫那时候的叫声没有像现在，没有比现在那么好听，虽然现在也没有多好听啊。就是那种很尖的叫声，给你们看一下。哪里呢？彭江，那周那边有房间的，里面不会放家具，把碰奖留在里面，什么意思？那卢卡后来有找到 Coco 的影片吗？影片没有，但是照片就有找到一点点。你小时候的猫咪长得跟现在不太一样。赵红晚安 ，Baby 鱼晚安。我找一下我们是什么时候捡到碰奖。2018年应该是10月还是11月。有了有了有了，给你们听碰奖的一件声音。ご飯食べたね。好吵。ちょっと泣きすぎよ。
小婴儿，对，是很尖的那种，对，所以那时候就我们都不太想把它关在笼子，但是那时候它因为刚捡到它嘛，所以它身体很脏，干嘛啦？就听到你以前小时候的声音，那是你小时候的声音哦，很吵，对不对，混家？うるさいでしょ？ねえ、うるさかったでしょ？あんた、あんたの声だよこれ。ほんじゃこれあなたの鳴き声ですよ。うるさいよね。以后碰见吵就给他这个听，好破的声音。对啊。よく買おうと思ったね。逆にその優しさに買う。いや最初拾った時その実はあの段ボールに拾ってくださいみたいな書いてある箱がありまして。だから俺にも優しい。い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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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いうのじゃない。違うでしょ、ジャーリーさんとポンちゃんはね、全然違いますからね、うるささがね。以后ポンちゃん早就语音吵回去。就是当时我们捡到他的时候，发现那边有纸箱说，希望给他一个家，帮我就是带回家什么的。然后我以为ポンちゃん是被丢的，对，然后就觉得很可怜。然后当时那时候 Coco 讲也刚好，就是 Coco 讲过世之后，好像过了一两年嘛，对，然后就觉得带回家这样，只有碰讲一只吗？对，然后后来发现，其实那个纸箱是附近经过的女生帮他写的，对，他医生说他百分之百应该是野生猫。对，就反正就是那个女生，一群女生看到碰夹在那边，然后就说啊，好小只哦，怎么这么小？然后就希望有人捡到它回来这样。然后我们就刚好看到那个，就觉得啊，竟然有一只猫被丢掉，怎么这么可怜？这样，你怎么知道是谁写的？我后来跟那一群女生交换 LINE， 对，反正就是我们在看碰夹的时候发现。那个女生也在那个纸箱附近，对，对，就是一开始我跟我妹嘛，那时候刚好去上班的路线嘛，好像是，就回家去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女生蹲在那边，然后跟小猫咪在玩，对，然后就觉得哇，原来这里也有小猫咪这样，然后我先到家，然后我妹。大概一个小时后到家嘛，然后那时候说，他说下班的时候有看到小猫咪在那边这样，然后我想说，我上班的时候好像有看到，是同一只吗？好像是同一只，对。然后已经过了三四个小时还在那边，然后那个女生也在那边一直陪他玩这样。捨てたんじゃなくて誰かどうぞってことだったの？多分もともと野良猫で、それを近所の女の子たちが見かけて、このままだとなんか野良犬とかにやられちゃうかもみたいになって、拾ってあげてくださいみたいな段ボールを用意したんだと思う。其实那个就是碰见自己写的没意哦，反正就是然后那时候，其实碰见那时候在。那边有小椅子，小椅子 ，bench， 公共区的椅子，对，他一开始躲在那边，然后没有不会进来那个箱子里面，对，应该说那女生她想让碰奖抓到箱子里面，可是碰奖很皮嘛，对，她就躲下来，对。然后后来我跟公园长椅啊，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附近也有草皮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我跟我妹就决定要去看那个小猫咪这样。然后去看的时候发现，女生跟碰奖还在那边，只是女生跟我们说碰奖现在已经躲在草皮里面了，对。然后这时候卡妹就把那边的草拔下来。然后就
然后就给碰奖这样看，就这样，然后碰奖就看到，他以为看到玩具嘛，然后就是他就出来了。对，就是碰奖是看到卡妹的那个卡妹的手才会愿意出来。对，懂吗，老板？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顺利的把他抓到箱子里面。对，然后我们一把纸箱关下来的时候，碰见狂叫，啊啊啊！不是他想吃草，不是啊，啊，逗猫棒，好。对，碰见就是不喜欢很暗的地方，他现在也不喜欢，他会害怕吧？啊，对呀、啊。他不喜欢摇一摇的那种，会摇的地方跟暗暗的地方，有什么阴影？我不知道哎、欸，应该是第一次被这样，所以就害怕而已吧。对。然后我们把他带到我们家，然后放到那边嘛，放到桌子上，他就直接睡死。那时候是凌晨，你好像是已经。12点还是1点？对，就很已经很晚很晚，这么安心，对呀、啊。然后我们看到他就觉得哦，这只猫长大后应该会变成，就是很大胆的那种，完全不怕我们。小鸡晚安。混甲完全不，那时候对他完全不怕我们，我有点看到的时候有点。算是惊讶吧，对，因为以前我家以前有猫，养猫咪，就是阔阔讲嘛，那就是阔阔讲就是很怕人，结果还是怕陌生人。对，长大后他就怕男生，他怕男生跟老人，对，还是他怕老人，不知道哎、欸。我目前看到他害怕是我爸的朋友，比较大只的。比较大的，对，50-60岁的人，他就害怕。还有我们的奶奶，我不想看到奶奶就直接躲进去。对，但是像我妹的朋友啊，或是我的朋友，或是我妈朋友来我家的时候，他都不会很害怕。当时卢卡还不知道，碰奖喜欢露出自己的爱心。我每次长大后才发现，哎、欸，原来碰奖的屁屁是爱心，爱心形状。可能老男人有什么臭味，碰奖不喜欢。不是的，没有，奶奶是女生呢、啊，她也不喜欢啊。安白晚安，谢谢送红玫瑰。说，只喜欢年轻女生，年轻男生应该也还好吧。我不知道哎、欸，碰奖我们家邻居也有养猫，算是年轻男生，他就碰奖就不会怕他，好色哦碰奖，嘉玲我不知道哎、欸，那我是年轻男生，他应该喜欢我，对他应该看起来年轻就可以，对，然后不要太大只就好。因为其实我爸也没有很高嘛，就是我们家人都没有人180以上的，对。那我是年我看一下，看起来那碰奖会很怕吐司，不知道哦，不知道。碰奖怖い？怖くないよね？原来碰奖是外貌协会，那还好啦，酷酷奖比较严重，酷酷奖是。主要是男生他就很害怕，而且他会凶人，嗯，好可爱。啊，对，我突然话题改变，完全别的事情好了，就是我平常不是很喜欢穿三丽鸥或是小可爱吉伊卡哇的衣服吗？对。就是比较喜欢穿那种可爱角色的衣服或是包包这样，但是我昨天
我看那个，你们知道大岛麻衣前辈吗？写信見せるね，見てほしい。就是我看他的 YouTube 频道，他就是我们 AKB 的第一期的前辈，对，大岛麻衣前辈。他说，然后他跟有一个男生，他是可以看那个灵，那个幽灵，幽灵算是幽灵的人，对，反正他们就是 collab， 他们在那个就是聊天这样，对，麦麦没错没错，然后那个男生跟麦麦说，就是，他说麦麦个性其实，她本身不是恶女，不是很坏的女人，可是别人对她的印象就是她就是恶女。那到底为什么是这样？然后她说，因为她，因为麦麦不是平常在节目上会，他算是毒舌，算是毒舌的角色嘛，对。但是他的外表，有时候外表或是衣服是偏可爱的这样，可可爱爱的，所以才会看起来就是，看起来就是他很坏的，他看起来很坏这样，对。等一下我说明有点不太好，那是他自己毒舌的关系，对，但是。有些人虽然是毒舌，但是不会觉得他是恶女，那是因为他那个人外表也有点坏坏的，有一点像是，怎么讲呢？好，这样讲，这样好了。看，你身边有一个看起来坏坏的男生，好，有吗？你们身边可能就是身上有很多刺青啊，或是之类的，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坏、很可怕的男生。但你们觉得他个性是不好的吗？是坏坏的还是长坏的？坏坏的。加酒类型，只是蚂蚁不笑的时候看起来比较凶而已。要相处才过才知道，应该说，就是那个人说，外表看起来坏坏的人，他讲了毒舌的事情，不会觉得不好。他们，而且他们突然做了好事情，别人会觉得，虽然他看起来外表坏坏的，但是他其实个性还蛮温柔嘛，这样，反正就是。对他的印象不会很不好，就是胖虎效果没错，但是像是 Hello Kitty 突然说超级不好听的坏话，你们会觉得哦，这个人就是恶女，就是这个 Kitty 家到底多腹黑这样？对，就是他们那个男生说现在麦麦就是这样，所以那个人跟麦麦就是建议，你要毒舌的话。你外表不能这么可爱，对。然后麦麦说：“啊，我原本想说，虽然我平常毒舌，所以想说耳环可能要戴一下什么很大的爱心啊、蝴蝶结啊，就是可爱一点，想要就是融化他毒舌的角色刻板，毒舌的印象。结果那男生竟然是反效果，竟然是反效果，不行，美乐蒂才可怕。”但是说实话，如果美乐丁跟库洛米的外表是完全是相反的话，库洛米就那种眼睛大，一点都不可怕，对不对？就是反而觉得库洛米做好事会觉得，库洛米讲其实也有好的地方，这样。对，美乐蒂其实也有好的地方啦，因为美乐蒂其实70%是好的，然后30%就是腹黑。可是因为那个30%的腹黑太可怕了，所以才会有那种腹黑的印象，看起来善良却很坏，对。所以我在想说，
我平常不是 很喜欢穿奇异卡吗，或是三丽鸥的衣服吗，然后看起来无害，可是我平常很穿这样然后就很凶，别人会不会觉得啊，刘佳虽然看起来就是穿可可爱爱弱弱的，可是他个性就是这么凶哎，我刘佳这种人不行，这样会不会有这样的印象？你又不会毒蛇。我不会毒蛇吗？一脸温柔的伤害人。但我如果我想说我外表现在变得超级坏坏的好了，就是像整个金毛啊，然后超多刺青啊，然后舌头可能也有那个洞啊什么，然后就看起来就是很凶很凶很凶的那种。对，但我个性就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别人觉得哎，刘佳虽然外表这么坏，但是个性就是超级好。我完全没有你毒舌的印象啊，从其他成员那边听到有时候说话很有梗，这样算毒舌吗？应该不算，那可能不能当偶像了。独自在那个讲咩解释？独自在那个，いや実はですね、その最近大島麻衣さんの YouTube を見まして、大島麻衣さんってなんか世間で言う結構悪女キャラが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も彼女の本質は そこまで悪い人じゃないし、むしろいい人なんですよ、サバサバした。じゃあなんで悪女キャラ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るのかって言ったら、見た目というか普段着てるものとかが結構可愛らしい感じのものだからっていう感じで、そのキャラクター、悪女キャラをなくしたいんだったら、見た目を持った悪女にすれば彼女の性格のいいとこが出てくるからみたいな言ってて、まあ簡単に言うとジャイアンがというかめちゃめちゃヤンキー悪そうな人がいいことしたらめちゃめちゃいい人に見えるけど、キティちゃんとかが毒舌だったらめちゃめちゃ性格悪く思えちゃ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キティちゃんみたいな感じで。だからそうでそれ聞いた時に私、つまり私は普段サンリオの服とかちいかわの服とか着てますけど、それ逆効果な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そうなんか自分のなんだ、多分時々私がなんだろう、喋りきつくなっちゃう時とかあるんですよ、言い方かな。そうなるとそっかでキティちゃんの服着てて、何やってんのみたいな怒ったらさ、周りから見たらめちゃめちゃやばいやばい人に思われちゃってないと思って、めちゃめちゃ悪い人になイメージがついちゃってんの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うん、それは良くないなと思ってさ、金髪にして鼻ピアスしちゃう。你不用担心，所以你要开始走恶女风吗？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外表可以稍微看起来恶女一点，但是个性就是这样嘛，对。就我不希望有人说，虽然刘佳外表看起来就是很温柔，但是她个性很凶，这样不行。我希望别人说，虽然刘佳外表看起来很凶，但是个性其实有很。其实蛮温柔这样。你要开始毒舌，我其实我不想毒舌，但是我有时候我不是很讲话，不是很有时候你们不觉得我很凶吗？会吗？杰西ちゃんと一緒に買い物行ってロックな服教えてもらうしか。なるほどね。你可以外表很温柔，个性也很温柔。其实这样很难，我也很想这样。那是留言太白目，对，就是有时候留言太白目的时候。然后我如果我穿 Kitty 讲衣服好了，说不要这样留言，会不会觉得很可怕？可是我现在金毛好，然后可能这边也有洞，这边也有洞，然后就看起来超级坏。然后看到刘佳今天也很可爱，然后说谢谢，就看起来觉得啊。这个人其实没那么凶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是不好的印象变成好，第一印象不好，但是其实个性不错的那种，会很可怕吗？我只会觉得很恐怖，我会吓到，真的啊？对，但是我最近对，那应该这样好，我跟女生相处的时候就。尽量穿坏一点的衣服，这里面不是这样吧？
反正就是嗯，该怎么讲，我会觉得这个人不是疯了，我觉得你搞错了什么。好了，说，但是不觉得这样好了。酷气儿，酷气儿毒蛇跟 Kitty 讲毒蛇，你们看起来谁比较坏？不觉得是 Kitty 讲比较坏吗？对啊，库洛米对美乐蒂做那个、啊、那个就是伤口的那个 OK 绷贴，就是直接拿掉。美乐蒂座跟骷髅迷座，你们觉得谁看起来比较坏？美乐蒂嘛，对吗？一样坏啊、哦！真的不用特意去做反，还是会以行为来判断嘛。我觉得毒蛇就是毒蛇的问题，谁都一样。嗯，大耳狗座比较坏。嗯，就是。我觉得，但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外表看起来是不，外表看起来不坏，但是他做了很可怕的事情。嗯，可是美乐蒂比较可以，所以没关系，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比较喜欢骷髅米，其实我外表看起来小孩子，很凶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哎，反正我原本想讲的就是胖虎效果，对。好啦，我老实说，我觉得奇异卡哇比较坏，好多认识的原本喜欢三 D O 都转推了。我也有一点，我没有转推啊，我都喜欢，但是奇异卡哇真的太可爱了，对。奇异卡哇里面的坏人都很，的确很坏。越来越多人认识奇卡哇了，对呀、啊，这是好事，好事吧？我很有感，很多台湾人都去喜欢那个，不错不错。现在虽然现在没有到日本那么红，但是就是现在知道的人就知道这样。我懂的是会觉得不知道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一面。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但是就是外表看起来坏坏，就是别人会觉得。他应该不会再更坏这样。奇异卡哇很认真在台湾宣传，都快要干掉三 D O 了。应该还现在三 D O 还是比较强的、啊，对啊。台湾三 D O 角色里面，台湾最红是布丁狗，对不对？目前我看还是布丁狗比较强的、啊，对。目前之后就不知道了。但这样别人对你的印象是坏坏的、啊、可是第一印象是第一印象嘛，很多跟别人相处才会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嗯，而且第一印象弱弱就是有时候就真的很难嗯，不会有什么好事，因为吉伊卡哇都是有消费能力，有时候就没去继续相处的机会，那就是陌生人呢、啊。对啊，就是只会见到一次的人跟一直都相处的人哪个比较好？当然会重视一直都会相处的人呢、啊。第一项就是气场问题，对我前。几天我跟我国小国中同学一起去吃饭，对，然后里面有一个男生是他全身刺青，他脖子跟右手然后双腿全部都是刺青，对，然后我问他你这样在台湾这样很好过吗，他说超级好过，因为就是他说发现身边的人他反而就是看起来坏坏的，别人对他的态度比较好，就是没有人敢欺负他。我听到就有点羡慕，对，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觉得过，但我就不会先跟这种人搭话，反正就是
想欺负别人的人不会特别挑，不会特别选他，选他欺负这样。当然要好啊，会怕。对，但是那个男生其实个性很好相处，很非常好的那种。反正就是个性是后来看嘛，但是外表的话真的是，可能平常生活会影响到平常生活，对。但你要认识不认识的人很难，什么意思？还好他朋友比我多，有优点也有缺点啦。他说几乎没有缺点，他说唯一的缺点就是去日本的时候没办法泡温泉。基本的に人間不信だから怖そうな人は怖いと思うし、怖そうな人が優しいと疑う。なるほどね。え、どういうこと？待って。怖そうな人は怖いと思うし、怖そうな人が優しいと疑う。你这样看起来坏坏的，有些人会怕你。那应该是因为他遇到的还不够坏，所以觉得大家不敢欺负他。不可能没有缺点。いや、その私の友達でさ、そのほぼ全身入れ墨の人がいるんですよ。首とか左とか右入れ墨とかタトゥーかな、もうほぼ全身ブワーってある感じの人がいて、え、なんか台湾で暮らしてて不便なことないって言ったら、全くないし、むしろよ周りから自分のあれが良くなったって言って、なぜかって言ったら、そのみんな優しくしてくれるってそうだって怖いじゃないですか、見た目が。だって怖いから、逆に相手がその彼に変な態度を取らないというか、そういじめてくるような人は彼をいじめないし、そう日本とタトゥーの文化が違うからね。そう、それもあると思う。しかもまあタトゥーが嫌だっていう多分老人とかも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そんなゴリゴリのタトゥーの人見てさ、タトゥーこんなやりやがってみたいなこと言ったらボコられるかもしれないじゃん。だからいちいち言わないしその人の前では。だからめっちゃ過ごしやすくなったって聞いて羨ましいなって思った入れたい、タトゥー入れたいってわけじゃないけど、見た目が怖い人っていいなと思って。そう私は見た目怖く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背もちっこいし、ちんちくりんだし。所以，卢卡认真想要变成那样吗？我不是想变成那样，但是我羡慕他们这样。对。反正，それはすごくわかる。俺もそうだよ。我是羡慕他们的那种气场。反正，因为我平常我就是身高没很高嘛，然后外表也就是看起来像小朋友这样，所以然后衣服也就是可能常常穿三丽鸥、奇异卡哇什么的，所以就是比较容易遇到对人不会对我很好的状况，像是有人直接插队我啊，或是上次我在等车的时候，那个阿嬷就是莫名其妙只会骂我这样，就是我看起来很好欺负啊。可是那个朋友，我的那个朋友，全身刺青那个朋友，他就看起来不好欺负啊。对，我遇过不少陌生人跟我搭话，第一句是说对不起，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不笑真的看起来很凶。可是这样是因为就是比较大只，所以就是而且我相信你的 power 就是比别人，就是你肌肉很壮嘛，然后所以我怕你一生气就会，我们就是没办法反抗的那种。そう、ガタイがいい、对对对，ガタイいい、对对对。生きてて都合の悪いこと、そうなのよ、それが言いたかったの。都合の悪いことの方が多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その全身入れ墨の人が今めちゃめちゃ過ごしてて楽みたいな。まあ、強いて言うなら日本でプールとか温泉に入れないのがめんどくさいっていうことぐらい。それ以外は全く全然大丈夫っていうのを聞いて羨ましいなって思ったの。我觉得会骂人的阿嬷应该连你朋友都会骂。对，嗯。ガタイが良ければ席詰めてもらえますかなんて絶対言われないだと思う。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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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いうこと、そういうことよ。そういうこと。そう。変な人に絡まれやすいのよ。その
見た目がこうだとさ、でもさ絶対絡まれないじゃん変な人に、ああいうあの彼らって、それは羨ましいなと思う。絶対あの MRT で歩いててわざとぶつかってくるおじさんとかさ、なんか知らないけどキレ散らかしてくる店員とかさ、まあ、店員は散らかし、その私が接客しててそのキレ散らかしてくる客とかさそう羨ましいなと思った、うん。但你如果穿得很好，我会觉得只是你拿别人的衣服穿。哦，可恶！那是因为看起来没有很搭，对不对？对啊，就是有一种小朋友穿坏坏的，小朋友穿坏坏衣服，看起来也就是看起来还是不会很坏。要看起来很凶就去刺青。还是你先用纹身贴纸看看，纹身贴纸吗？不知道耶，我觉得发色也很有关系。我之前黑头发的时候，真的比较常遇到，就是常遇到不好的事情，对，痴汉什么的，对对对对对对。虽然现在头发也没有够浅了，但是，座った目の練習するといいよ。你的气场也要改变才有。但搞不好你现在形象也某些路人对你更友善了，只是你没发现。路人吗？其实对我很友善的人，我相信，对别人很友善的人，他不会因为对方是有刺青或是没刺青，就是改变他的态度。对，那些人都是。就是对别人很友善的人，不管是谁都会很友善，但是会看人改态度的人，他们就是真的是看人嘛，所以就是他们不会对那种看起来坏坏有刺青的男生欺负，但是像我这种人就是比较好欺负，对，对啊，男生可能真的没办法理解，但是女生可能就是真的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店员不是都对你超温柔？没有，才没有，真的没有啊！不是，店员都很好，对不起，店员都很好，还不错，还不错。我当店员的时候，客人不一定是对我很好，他觉得我看起来就是很好欺负，所以有些人就是老人家比较多啦，就是对我很凶这样。夹娃娃还送你东西，但性别也有关系。女の子だし、俺以上にストレス受ける場面多いと思うと心が痛い。そうね。だからさ、なんだろう、もっと見た目が、私がもっと きつい、もっと背も高くてさ、なんだろう、もっときつい感じの顔っていうか、だったら、こういうことあんまなかったのかなとも思うし。吃软不吃硬，小小的女生都很辛苦。但是会欺负人会有报应，搞不好他小孩就会被欺负。我也觉得，我尤其是蛮相信这个。就算是我是相信他过世了之后应该会有报应。对，我相信我跟那些欺负我的人不会去同一个地方，保持善良，做好自己就好了。对。你找一个180当宝碟就没问题了。頑張って稼いでタクシー移動目指そう。目指そう。好难哦，就是保镖，对不起，保镖。什么？反正就是世界上有很多很爱欺负的人，对，但是他们都是欺负弱弱的人，对。需要一万安心棒吗？有一点需要，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变成坏坏了，就是想说是不是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像是那种109辣妹那种，
因为109那边看起来很坏嘛。对呀、啊。如果我是我，假如我是痴汉好了，我是痴啊，不能这样讲，痴汉不管是谁都会吃，对啊，都会不要这样好了。109辣妹，打不赢就加入。那会有更坏的人欺负。우리들이저기저기놈이되어치기를시켜看起来不是脏。所以大家说，どうすれば？好，那我问大家好了，我要怎么样看起来就是我要怎么变那些就是那些大叔会欺负的大叔啊什么的，或是会插队的阿姨啊，都不会对我这样。所以跟你说阿嬷，哪管你有没有吃惊，还是照骂你。不是啊，女生不知道哎、欸。那我相信，如果我是那个男生，那个刺青那个男生，他应该不会骂我。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脏脏的，没人敢欺负。脏脏的更好欺负，我不知道、欸。你要对我想要看起来凶一点。人の良さはにじみ出ちゃってるからそれが魅力なんだけど、毎日送迎してあげたい。我觉得女生不管怎样都很难、欸。但我觉得还是我染金色头发。你比他凶就不敢骂你了。我想问问看怡真、欸、但是我很少问到他，怡真好像很少跟我说他常常遇到怪怪的人欺负他这样。臭脸吗？其实我蛮会臭脸说实话。对，就是这、就是身高优势啊，但就是那些大叔就是比较，他就觉得哦，我这种人就没关系那种。还是你在脸上画疤痕，身高高的比较少人敢欺负，对呀、啊。还是他就是怪怪的人，身高没办法改变，或是你当怪怪的，其他也不敢靠近你。突然想到一个，还有时候对面我们这样走路嘛，就是。这样走路，我几乎不会遇到先让我过的人，都一定是我先离开，然后他让他过，然后我就是走过去这样。但是我想的，如果我是肌肉猛男，我肌肉刺激猛男的话，会不会对方会先看到我就闪这样？我觉得会撞人都故意的，对啊。没有，就是我觉得不能只高高高瘦瘦的应该不行，高高比较大只的那种，高高壮壮，就是吵架的时候感觉就很强的那种，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只那种，像是哭江那种，就看起来很会就是打架就是一定打不赢啊，对啊。小柄で可愛らしい顔してる性格がきつ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ど、本気になれればできる。いやでも性格がきつくなりたいんじゃなくて、見た目がきつくなりたいんです。そう、性格はこのままでいいんですよ。いいので、見た目をもうちょっとなんだろう、大人っぽくというか、なんだろう、そのなんだろうな、舐められない見た目になりたいです。なんか例えば外で歩いてるとす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歩道をね、して対向向こう側から人が来ましたと、ほぼ私の場合ほぼ避けてくれないんですよ、絶対私が避けないとダメみたいな、で多分それも舐められてるんだろうなみたいな、多分なんだろう、本能的にあ この人だったら別に俺が避けなくてもいいだろうみたいな、多分思われてんだろうなと。大致错了，我也是很爱好横批啊。没有，我没有，我是很羡慕，不是，我没有说你很错，就是你个性很和平，那就是最棒啊，就是别人也不会欺负你嘛，对啊，然后你也不会欺负别人，这样很好啊，对啊。我遇过肌肉猛男跟我说你先猜，所以也不一定，那是单纯他们不想让你，不是你的问题。我就都故意一直走，看谁撞到谁。我大都会让你，除非赶时间。
你不能把所有遇到坏人都当成是自己的错。我没有全部都单纯，但是因为我每次都这样，很常常这样啊。但我觉得，因为坏人的，因为那些朋友跟我遇到坏人的几率真的差超多，对啊。然后我也不太想遇到那种人啊。我今天搭捷又被女生插队，我有点不太开心，但我也不能说什么。他觉得我这个人插队应该不会怎样这样。竟然这么长吗？一定比你们多，一定很多。一定很多。就我就很好欺负啊。叫他不要插队啊。我人生大部分也都是坏人。辛苦了夏夏。你要大声说小姐姐不要插队。而且他比我年轻耶，我真的吓到。可能是我长得看起来很凶，这样很好啊，就是对陌生人很凶，但是你对身边的人很温柔，就是多好多好，我不想要这样。之后随身带个警棍，随时抽出来，你不想他就认为你允许。既然不是大妈，没有，是捷运刚好来的时候，我原本在那边等嘛，然后我隔壁也有一个家族。对，然后后面有排队，然后那个人就直接，原来就直接走过走进去，比我先进去这样。对呀、啊，通常插队的对大妈阿姨比较多，但这次是女生，感觉是高中生。你要发一种不准插队的气场，我想要气场，可是我现在没有，所以我想问你们，我要怎么？外表看起来很凶，不错哎，对呀、啊，他可能真的很鸡巴，跟大家结缘又不是下车。我也遇过很多人品的问题，对呀、啊，但我觉得我一定比你们遇到很多女生嘛，女生一定很多。你的人是长怎样？我都戴口罩，我通常是这样。但我是矮矮的哦，你想想看158的人这样瞪应该是没什么用。主人晚安哦，又甜甜圈了，谢谢。我觉得你有搭讪就好就算了，对啊，我现在已经是这样，但是看到不会被这样欺负的人就觉得有点羡慕。你这个根本没有瞪啊。可恶，上班通勤时间你就知道有多可怕，这样瞪很可爱，好像更可爱，莎莎莉莉。哎呀，我要怎么办？你超级没有莎莎莉笑死，如果讲我们茉莉带我去呗。啊，那我连我都这样，我想说米娜瞪人应该会，我更没有莎莎莉。好生气了。就看他很生气，但是看起来完全没有生气那种。好生气哦！没关系，卢卡今天就可爱。没有，现在多练习一下。你现在在练习这种吗？为什么对你们就这么困难？呛到口水了，我不是想笑，我原本真的很想正常的瞪你们，结果呛到口水，没救了。是小朋友生气吗？没有啦，没有。好了，没事，我会加油的。对，我其实最近买了，前几天买了染发剂。染黑色头发的。但是我最近一直都有流汗，所以想说好像没有流汗的时候染头发比较好，我就一直没有染。我以为你要染金发了。没有。虽然我们刚刚这样聊天，好像我好像染金发才有用这样。我要染黑了吗？
就是深咖啡啊，深咖就是靠近黑色深咖啡，但一定会褪色，所以一定会变成，过了时间一定会变成很淡很淡，对。啊对，然后女生也是，就是不知道哎，瘦瘦的好像，好了，女生好像还好，对啊，不管是好像是女生好像是高的比较不太会欺负，对。你想修人，你下巴要往上抬一点，嘴巴可以微开，要一比你想怎样的人，这样，你居然插队，所以瑞克要吃胖一点。阿瑞晚安。啊，不行不行，我要 Kitty 讲，就 Kitty 讲 ，Kitty 这边，你居然插队，感觉有点好像，怎么办？可恶。好啦好啦，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谢谢谢谢。我要唱歌，我要唱歌，谢谢阿瑞送我猫铃铛，好浮夸。好啦，五六七八，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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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生日快乐。本人在现场吗？他前面有来，后面我没比较少看到他留言，所以我不确定。生日快乐！希望他有在看我的。啊、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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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人在。OK， 有在就好。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嗯、我可以讲是谁吗？他说谢谢我通常我都是对方说谢谢我才会讲，哈哈，是我啦，最好是你是一个月前，哈哈，是我啦，不是你啦，是你 ，Happy Happy， 不是现在，你是几天前，其实是我不是，谢谢是我啦，对，真的是他，哈哈，生日快乐，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Kitty 讲给你们 headband， 谢谢，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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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要念版了，大家。今天的第十名是谁呢？我要看今日榜吼，对，今日榜。今天的第十名是蓝板，谢谢蓝板。第九名是米酒，谢谢米酒。第八名是欧比王，谢谢欧比王。第七名是阿瑞，谢谢阿瑞。第六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五名是强哥，谢谢硬留言大将军，谢谢。第四名是陆克，谢谢陆克。第三名是铝罐，谢谢铝罐。哎呦，你大头贴是谁呢？啊，第二名是祥玉，谢谢祥玉。第一名是雷军，谢谢雷军。哦，谢谢 Lex 的大声说爱你，谢谢。哦，你变成第几名？你变成第四名了，谢谢 Lex， 谢谢第四名，耶、yeah ！谢谢所有的猪猪你，谢谢 ，Thank you。也都看一下哦 ，OK 啊，谢谢摄影的啾啾你变成第五名了哦，阿耶，谢谢你的告白气球，你要排名改去，我看一下哦，哎，阿耶变成第七名，恭喜，等我一下就好啊，那我就这样，如果下礼拜忙吗？有一点忙。排名真软面，好事好事。听说穿库洛米风格就不会被欺负，是吗？库洛米风格哦，不知道哎。比梅乐蒂应该好一点。你再继续扁 Kitty，Kitty 讲 Kitty 像是大耳狗 ，Kitty 讲布丁狗、大耳狗这些看起来弱弱的可能就不太行。对，库洛米感觉好像比较好一点。
对，谢谢 Plus 的魔幻夜火，谢谢谢谢谢谢。地板动作，地板动作。谢谢卢卡，没想到还记得，很好记，说实话。哎，今天第一名变成 Plus 呢，谢谢 Plus。我最近接触不少地雷系，地雷系哦，地雷系其实也不是。没什么人欺负，就是因为还是个角色的东西嘛，对，虽然角色的东西还是比较容易被欺负就对了。到底是地板都是还是擦地板，它是地板动作，它是 hip hop big girl， Kitty 全是 big girl， 呜呼呼呼呼，地板动作。你觉得你适合梁蚕啊？哦，真的吗？毕竟骷髅迷都是被欺负。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那拜拜。下次直播应该是礼拜一还是礼拜二，我又忘记了。对，应该是礼拜二吗？再看看哈，10月3号吗 ？OK， 那就这样吧。谢谢大家，谢谢陪我聊天哦。大家晚安，拜拜，Sayonara。